天我们就回家就更方便了。在杭州工作这么累，哎，上高铁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就到家了。高原这种反应对我们人体带来这种直接的这种影响。另外的话，因为现在这个整个拉萨地区已经进入了这个风季，就是吃饭我们是在工地现场吃的，一阵风沙过来，我们的饭上面就会盖满沙子。